海鲜一大锅，熟，开吃，吃个最嫩的扇贝肉，哎呀，哦，现在的扇贝肉啊，再高又再黄，回家呀，清蒸、红烧、涮火锅，包个饺子馅、辣炒都可以，汉堡包。如果啊，咱受不了这后面啊，这后面啊是它的胃。如果说你要是心理上接受不了，就给它去掉，只吃它们的精华部分。哎呀，你自己看，嗯，好吃，再来一个。鲜嫩 Q 弹。